公屋租金7800，睇齐私楼价。楼市个风几时远？冇人知噃。啲上车客索性弃买转租，鬼叫个市旺到追价都追到气咳啊！连公屋嘅租金都吓亲人啊！粉岭长华村长治楼高层500多尺，一个补咗地价嘅单位，年中新业主以1720000买入，家阵放出嚟以7800租出，成15元一尺啦。隔篱就系港铁粉岭站，加埋成个长华村得翻一个单位放租咋。啲租比未同区私楼，天晴间尺租都系大约15元咋嘛。而家粉岭啲私楼好似粉岭明都咁，平均尺租都系17至18元，最平月租都成8800元啊。喺个市咁癫之下，睇嚟9000元楼下嘅租盘都会绝迹。